教育，啊，那个古迹嘛是有解说啊，啊，那是教育嘛，也是教育啊，但是它就是要钱啊，好，所以呢，咱大家有钱谈拢好啦，无钱谈拢歹啦，啊，有钱谈的咱何必甲用拢好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边哈，那现在那个制度条例赶快定，哦，帮积极处理，啊，不然的话就拖到明年去了，哦。我想现在制度条例的这个哦，比我们台江国家公园台江国，可以跟咱国家共一点水，啊，你讲现在底下现在高雄五龙油，盐水区之所以能够把它打通，其他区也变成，现在高雄底下这么多爱玩手，结果咱做玩团的民工最爱钱，而且物件拢做都不啊，当年我也是一直买土著尿的观念。国家的土地只有几千户会当使用，你莫叫我业者甲你申请，我可能会当可以啊，迄个没差你啦。你做爱讲笑的呢？我讲你伫遐做塑胶，哎，人家不会理你的。那不差别啊，你动动这家几的？好了，就了解就好。好 ，OK。好，这个我们积极哈，来我来追踪哈，来追踪这个自治条例的进度哈，积极来处理哈。OK。第七点，第七县市合并后艺文补助之施行办法，说明台南市政府目前登记立案艺文团体约401个，并依照台南市政府艺文补助要点办理艺文补助的事项。每年台南市政府约编列160万经费补助本市各艺文团队，补助类别分别为表演艺术类跟视觉艺术类，其中表演艺术类再分为音乐类、舞蹈类、戏剧类整合类。台南县政府目前登记立案的艺文团体共105件，因数量较少，所以经费补助采个案处理，且无订定相关的作业要点。台南的说明，由于目前县市合并后登记立案的艺文团体将会扩大为501个，那将会制定相关艺文补助要点的归一，以办理后续艺文补助的事宜。目前我们这边写的非常清楚。我们不用答复那个主建有提案人，要不要说明一下？好，因为这个哈，这个绝对是县市合并以后的议题了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提早让你们的意见能够纳入县市合并讨论的时候，好，可以这个一起处理，赶快把意见拿进来。好，这单件一定单行，不可能不可能伫迄个台南市政府单行来处理，因为改则已经有办了，而且好不够好诶，就是单。关系啊，并量呢一起适用啊，县市呢通通共同来处理啊，所以这边说明还没有意义啊。我最看我这边一点，看个退了啊，医药管理医疗关系合并了，这个新的台湾市对于这人文团体哦补助是什么款哦，诶，这个讲方式标准做法哦无意见的，个退了来咧哦。这边咱现播已经有办法不是无啊，哦，不像刚才我们红树林协会。哦，那个当然草创的啊，所以我给你建议你们紧张，哦，你们把它推卸责任。啊，咱这是已经有啊，但有可能你无买，有可能呢，哦，无下理想。啊，所以恁这边提议啦，讲安怎提升，哦，安怎充实，哦，这个哦意见提议啊，伫咱这以来哦改变的可能性无些，因为迄到时补助办的顶个嘛，佮配合有什么边界，够意义嘛，哦，啊是。独立的公这边办法，第二你不落实，那不落实那是执行的问题啊，它随时可以建立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合并，好，基本上是一个合并以后的一个议题了哈。那如果属于台南市这部分，目前已经有办法在实行了，还是哈啊施行课外啊，这个一旦检讨问题，那是啊，这我想是合并了后较大一点哈。这咱对这单位提下来，要不要补充？还不就这样？是建议说这个施行细则等等，还是有关这个施行细则以后哦，以后要重新开放讨论啊？怎么样？你们文化办公室现在跟台南县有没有讨论到这个议题？跟台南县部门还没有这个议题。对。那你恐怕要把这个议题跟台南县先讨论看看了，看他们做法怎么样？他们现在没有，只有我们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待发展的议题啊，有待发展的议题。那这艺文团队哦，不辅导哦，不经过这个辅导补助未升级啦，哦，真正未升级，嘿吼，艺文团体本来是弱势啦。啊，咱这边是有文化升格的，那我们文化的预算要占5%，好，那它是八百个预算，文化类预算爱40个，从40个规模，就是目前县市合并提个几倍。现在县市合并，我们里面那个叫。你文化的预算目前县市加起来多少？你现在台南，你台南是部分多少一年？10亿吧。
那台南县呢？我们这边大概7亿左右。那台南县3亿啊？啊？他们没有，他们也不到10亿。他们也不到10亿，对，比我们少一点。哦，所以咱来用那个八百火发市场的计价提个一倍啊。好、哦，这个警察是不一箱，都是一箱的，所以一年的经费就至少要增加20亿以上。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啊、哦，这个施行细则等等是有待提醒，不是欠钱，是欠安怎落实，好、哦、欠安怎规划啊，因为咱是文化都市嘛，所以对文化方面哦，补助哦，哦啊福德等等哈，都对都会升格，啊、哦、都会同样提升升格，啊、这个放心，啊是以后意见在好、哦、在讨论说，也请他们义勇团体参加，啊、哦、这对这一方面。让大家都可以接受了、啊、这个题目把它纳入县市合并的讨论议题，回去把它补起来。好、啊，那即使没有结果，也挂个议题在那边，以后可以继续啊。好、啊，那今天这个建议、啊、把它纳入一个议题。好、啊啊，那我们就接受时间，现在就不答复了、啊、好不好？好，那继续北北聊。